话要细，左低右高。第三个横画约比前两个横长一点，撇在横画中间偏左，突出要短向下。要伸得长一点，捺笔由轻到重，对撇捺要向左右伸的比较长，横画要向上斜的，伸大笔的话要在这个地方起笔要轻一点，日子尽量向左上方靠，不要太宽，要窄一点，横细竖粗。